什么武器拥有双形态？在 CG 中武器装备非常多，今天我们来聊聊拥有双形态的三把武器。它能调控射速，秒伤超过狗杂，太可怕了。一 M16S 官方给它的定位是一把步枪，虽然没有全自动模式，但它中近战确实很能打，射速很快。但 M16 其实是一个双形态武器，它还可以装上高倍镜变身连狙，凭借着超快的子弹速度打远处的人也很容易命中。二 MK14 的定位是连狙，射程超远，伤害超高，拥有着连狙所有的特点。但你以为它只是把连狙吗？其实它也拥有另一种形态，那就是步枪形态。近战可以调成全自动模式进行扫射，秒伤也非常高，远近战都超强，不愧是空投武器。三 MG3 新版本刚刚上线的一把空投机枪，是比 M249 和 DP28 都强一个层次的武器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双形态，它的射速可以调控，每分钟660发和每分钟990发可以自由切换，高射速模式下可造成高秒伤，比最强步枪狗杂的秒伤还高，且趴下后能大幅度降低后坐力，是一把非常厉害的武器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用 MG3 淘汰过几个人呢？欢迎关注留言转发哦，我们下期见。